谁叫我这个？咳的是张，特别严重。我就给你跳吧。这么好的机会是吧？该珍惜。嗯。主要是我怕听不到口味，连念你们是吧？阿宋来，欢迎欢迎客出去。阿宋啊。那我能来呀？我能来，唐大明哥吗？阿宋啊，一起。我来了。什么鬼啊什么鬼啊，拍照的吗？我觉得怎么样拍不出来你的很好的效果。对啊，我拍照是要给钱的。什么200一次。哎，小马要不要黄梅，要不要跟你一起去拍个照？我给你，我上厕所。200，我欠200。500。我比你贵，你不要跟我争。这些是什么？看一下你这个这个姿势，蹲下拍。你要撩起来，把手放在后面，把衣服拉开，然后把这个单独撩起来。我觉得这样单独拍前不好。这样拍的好短。你就不能蹲下拍，或者躺，这样会显得我们腿很长。你还高着拍，他还高着拍。6, 5, 4, 3, 2，看不懂。你拍什么？让那边这样，在背景那边稍微上去点。不是这样，是进国旗那种。对。你们在那，我提前拍。这个是得摇吗？转过来。对，我拍得很好，我都是上过职业大赛的人。我经常去跟他们拍婚纱照，这些都快点快点快！你还不是这样起来？扶是不可能扶的，扶。你是福建来的吗？那你有二把手？对呀。看去你歪着头，这次完美。对，我拍的很好，我都是上过职业大赛的人，扶是不可能扶的。